然后是今天延吉街164号，延吉街164号已经卖完了，今天已经卖完了，今天已经卖完了，土城今天已经卖完了，全卖完了，有了，还有一个500，今天卖完了，你才比刚刚告诉我。啊？你这个我爸哦。我上海买便当唔止啊，我根本可以。你这个我爸哦。哦。我开买便当唔止，我根本可以。龙须啊，龙须啊哟。你袂后悔？袂后悔，袂后悔，是拍算钱嘛？袂后悔啦，陈俊明啊。你袂后悔？你十几只？十几只？你知无？十几只？你知无？一只无到50，你知？赢来，无败。你你你的要不要？黑林的配合。这里这个。OK。后来又讲。你住新庄过去都卖完了，那就没办法啊，那就是在土城啊。土城的客人大概都5点就到了，土城的客人大概5点就到了，5点都会到现场。土城大概5点就会到现场。那大概6点就会开始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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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概9点就卖完了。来，我先来，我先过来，你先。我先来。一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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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用直播啦，那个慧慧那边直播，拍个三十秒的短片就好了，我拍个三十秒短片就好。你要我啦，两百要啦，今年啦，这做生意两只三两条啦，一点钱冇，两百块钱，两百，我贴牌啦，两百块钱，两百，两百啦，两百块钱，不问两百块钱，只要问两百块钱，四百，四百两百，两百块钱一个奖，问两百，四百，三五了，三五啦，两百，三百啦，三百啦，三百，我贴。多少啊？一条偌济啊？一条偌济，只剩块半尔啦。三百块。是啊，三百了，三百块，三百，三百，三百。要三百要不要？三百。三百块。比半方鱼子较好食呢。包两菜，无为什么包好啦？真包好。八个，八个，有人来无？包好真包来，真包。包真。隔天呢？隔天，隔天啊。喂喂，讲你这人哦，讲你这人，我卖唔出我卖。这改四虎村到位了，这卖卖这卖卖唔少地啦，都起就这高利呢。你这样吃吃，你吃吃四五两钱，你这样吃吃了嘛？这卖用这卖这用高利，一高利包了，你无乜吃？做这食事嘛好，唔是人到处死个，但做这卖做这食事的，好好呢。讲啊心虚，讲啊心虚。一百五，等一下。人家出门就犯罪啊！你这人家出门就，够人做，出门就犯罪啊！够人做歹代志无？人家来买一百几万，出门就犯罪啊！你这，啊做一歹代志啊，做这好事面子，咁方面就无碍。包好些，包好些。够人做歹代志无？够人做歹代志无？哎，包好些。做歹代志。哈哈哈！你碰到别歹人啊！你莫未讲，你要讲一个人做歹鬼事，我是鬼人，我做歹代志。莫未计算啦。你讲个屁啊！好事情啊！你讲个屁啊！不是那社福团体啊，好像固定在捐，他们有固定在捐呐。你们重复，你们复送来，送改掉来问。啊，有人问啊，有人讲真的，有人讲真的吗？真的啊，真的。过年无人闹过年，阮兜用过年，阮过年，过年，叫这个话，直接不要叫我。三百块啊，来生。我过年，我对啊，我过年，我是在龙门地啊，在龙门地，我做过年，我做过年，你这是什么鬼？三百块，三百，三百块。会不会你在宣传，到时候就一堆人去找你，跟你讲，到时候一堆人去找你。三百六。到时候人家去找你，你就要每天化妆化得很漂亮，你就烦死了。快十点了，快十点。大概在十分钟之前。这还是接下来，还是接下来。过些个一包，过些个，你拍来就是这，两包，我都够十岁了。不成，不成你。对一百六，还是那成天吃这呀？昨天忙个饭，酒吃了嘞。但是人吃下饭，今日都吃了，吃下来后，要开票两百只，一两百两，四百三两只，六百五百六，跑来五百六。小胖，你要全要的话，我叫他先收起来，价钱再跟你说。五百六。OK， 没问题，我叫他收起来。都来钱，
800。没问题。这块叫，我已经在这样。小胖，好不好？这下好几块钱嘛，五百了啦！我现在装来，我现在好不？五百了，五百块啊！后面那个我都没认得下来，哎呀，现在。这边刷盐好吃啊！喂，你也三百只两百，你嘛拜托个妹妹。哎呀，来啦！哎呀，你干嘛呢？我本身一个没用，你个没用哦。哎呀，你包我包好呢。哎，你家明仔再去哦，小胖。哈。小胖要总去啊。来，来，你无啊？我正在要改变。小胖都给你了，还有几只？还有几只？还有两只那个据点石斑，你要吗？让你看一下，猪头还有几哦？再猪头还有。蝴蝶鱼也要。包的。哎，蝴蝶鱼。这一包小鲜，不小鲜，包成200块，包下来200包了，再下来200包。那个这里有两只那个很少的据点石斑，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两只。包，为啥包？你包下来，包下来。按住贵毛利啦，有人讲贵拢我利啊，没有问题，小胖，价钱好说，价钱不可以让，不可以讲，明天好说啦。对啊，我在一个，我在一张就东西啦，一张就东西啦。对，一包200，200，200，200，200，200。等一下三百一万这个下来，这个没话，哎我不要提摩托车给你下来，你下来是放来这10条，放来这10条了，这个下来，那很薄，是不是这一条是一条35号下来，一放10条会300，你好下来，这小朋友出来了，小朋友最后回来了下来，出来了小朋友最后下来，200了，放200下来，包，你要几包？以后没关系啊，以后再说啊，现在卖得掉比较重要，也考虑以后。今天的话过不去啊，考虑以后。你知道外口这一包多少无？300啦。300。嗯。够阿上嘛200外。够阿上嘛100嘛200外。你无买了，你都家庭作用。你都想去搞，所以我本来明天我本来是要跟我弟交换，我去八卦山的话，我跟他等一下回去我会讲说，明天还是我去，我把东西收尾，我会把东西收尾。
OK， 我知道。明天我还是东兴，我知道。我把东兴收尾，我把东兴收尾，没有问题。我后来想一想，觉得我还是先去东兴好了。我把东兴收尾，倒数第二场，倒数一场，然后就收尾，完美 ，OK。等等哦，莫得叫等我头去做高了，这高山控制不住，你听控制不住。来做高了吼，炒滚才好。超市一百块，八十两百块，八号三百块，两百真系，啊，真两百，哎呀，超市包真系，两百了，对，明天是的，包出五十两，对，两百真两百，两百真两百，两百块来四百块，两百块来五百，包六十五十块钱来，这四百号跟前面四百号两百真系，这乱搞乱搞，这到弄十多只跟住四百真系，这乱搞乱搞。要开始乱搞啊！吼，等你收来先，哎，一顿不来收来先，两百先两包来，要先搞啊，无个早收了，较早哦，中昼来哦，比较便宜啊。两百先两包，两包过来无，两百了，两包先，来，一包卖你五十块钱，固定计小人，这种物件免得闹来去。两百先两包，要钱不钱要两包，不钱两包先，包一先两包了，包一个两包啊，两包，包一个两包先两包了，包五十块钱卖哦，两百，两百，一包两包卖哦，三百来，三百。来，快！来，快过来，快点出来，快！快点出来，出来！来，过起来！哦，对啊。我今天就想了一下，明天东西。剩下两场东西还是我去处理，我把它收尾，有始有终，把它收尾。
哦，哎呦，这个会，哎会，会更难，会更难。文松拜拜，文松拜拜。拜拜哦。哎，欧克姐，刚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他们过来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你其他什么呀？伊无来，十点无搞，卖揭出来啊。来来来。确认你好，你那个鱿鱼圈我把它卖掉哦，我把它卖掉了。哇，但是人袂好来去，好来，袂好来去。你若叫人物件哦，十点无来，我收，因为我十点就开始，十点那么少哦，十点之前袂去，我收来，哎，三包，三包，不知道，三包来，三包来，三包来来，过来来，过来，继续来来。
没关系啦，心疼。我把了，我包上两个两个，我现在我把外号接来，差不多啊。袂使讲哦，我那个怎么卖？那个我喜吗？那一盘五百。Hello， 雪玉你好，雪玉你好。雪老板，今天先买卖完，啊？不啦，刚买不？不啦，你刚买不？司机你买不？你哪？你哪只？你哪只只好？你哪只只好？个啊，司机啦，司机啦。你哪只只好对？两三十来两百。啊，够人来哦，司机司机。拜托，我买两支的哦，两支我。两支也上去哦。嗯。司机两百。大机的，大机的，阿伯，阿金仔，阿金仔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无啊，无啊，
热狗两包200，他说贵。有啊，刚刚有。七条不要。那个热狗，你 Google 一下，最便宜120，是人家那个露天的。张哥哥在购买哦。是人家露天的，卖那个一包两包的。官方卖的都至少200-250以上。官方是卖299，然后你是买八包的话是220，你是买16包的话是210，就是200块是他们的底价，一包200块那个热狗，一包200块是他们的底价。要不要去修修？哎，鱼仔佫惊歹去，鱼仔佫惊歹去。你惊鱼仔佫无吃？哎吼！走走走走走走。